咦，系喎，始祖嚟，但系我系始祖喎，但系正得。我哋擴展緊我哋嘅場地 ，say 個 hi 啦。好啊 ，hello。因為其實咧，研究樂器咧，除咗話藝術之外啦，其實佢亦都包含咗人文嘅。因為個樂器係經過咗好耐，即係發展出嚟噶嘛。研究都揀得好犀利喎。係啊，呢個天滿英。其實呢度咧整嗰陣時候都訪問咗好多即係古箏演誒嘅專家嘅，係去讓佢誒俾啲意見我哋。好，系，一二三，好，唔该晒，影张相下，我一，哇，六 Sir， 六 Sir， 今次系新界校长会主持。喂！今日主禮嘉賓有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何建欣女士，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黃冠立先生，好嘅，歡迎黃永基創辦人暨行政總裁陳迪興先生 ，E.S.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蔡思湛博士，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鄧永康先生，中華商會郭德偉中學文可為校長。今日我哋就將我哋學習得嚟嘅與別人分享我哋嘅成果同埋喜悅，正如耶穌所講嘅，施比受更為有福。我哋基督教學校，大家好明白我哋點解，我哋事事都講分享，我哋好重視分享，因為呢個就係我覺得我哋本來應該做嘅嘢。呢次活動，我哋邀請咗25間中小學嘅老師同埋同學參加展覽，我哋好高興佢哋一齊，我哋大家傾埋一齊，我哋要做呢個嘅參展。谭美丽分别联中学创校33年以嚟，一直俾学生追求梦想，喺科技嘅教育学习理论上面有卓越嘅表现，培育出杰出嘅人才。正话校长提到，我哋有3位嘅同学系因为喺呢一个嘅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获奖，而荣获小行星命名嗰个嘅殊荣，扬威海外，为国争光。而我最更加欣賞的就是同學回饋母校的精神，我們用25間的中小學，來自各個不同地方的學校參加今次的展覽和工作坊，相信這個展示學習成果的平台可以豐富學生在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的知識，擴闊學生的眼界。那我記起來，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呢，曾經做過一個挺好玩的一個活動，就是叫做 Maker's Da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或者有沒有留意過，那個活動本身呢，我們是去了7個區，第一個區呢剛好就是屯門，去了仁愛廣場，那時候就跟小龍委會一起合作。那時候做完那個仁愛廣場的活動之後，就發覺其實是不是應該跟學校合作呢，於是呢我們去了6個區，跟6間學校合作。作為 makers， 我哋都係應該唔係淨係自己閂埋道門去自己做，做完之後就唔想俾人知道。
反而係應該要俾人哋知道多啲自己點做啦，失敗過啲咩地方啦，經歷過啲咩嘢係可以改善。啟動五光十色嘅燈柱，代表住碧球文化以照亮屯門區。盼各方可繼續運用 STEAM 中不同嘅元素，發光發熱。有請各位嘉賓預備，我哋數三聲之後，請將手放喺燈柱上。三、二、一。有請各位細心欣賞。送给各位主禮嘉賓，默契但是情意重，很希望我們這個心意能夠透過這個小小的紀念品傳達到他們心裡面。還有我想特別趁這個時間多謝四位特別的嘉賓。這四位特別嘉賓是包括我們譚李麗芬紀念中學的創校校長方順元校長啦，係啦，啱啱榮休的鄧志光校長啦，係啦，同埋咧兩位咧一直咧好熱衷科研教育的兩位榮休老師，包括咧黃耀坤老師啦。同埋周志輝老師，有请李志成先生到台前并拍照留念。